郡主，所有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马匹也备好，我们可以随时上山神庙抓人。出发前，我有几句话必须要说。此次我们要面对的是幕后主使，并非一语之辈，而此行也必定凶险。 但只要一想到还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便十分安心。我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救出国王。郡主，你放心，马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不会离开你的。但凭郡主吩咐，你们现在都听郡主的话，我的话你们还听吗？殿下。但凭郡主吩咐，众人备剑，府外上马，随本王缉拿真凶。是。 属下遵命。郡主，走，干嘛？干嘛拉我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看不见郡主，看什么看？啊！殿下，这样出现，岂不惊动内鬼？放心，有人在替本王坐牢。 本王终于有机会亲自送香囊给你。这一路真的是十分曲折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 在接纳真凶的时候，你不许离开本王半步。本王会不离左右，护你周全。可是陛下是说，派你助我捉拿真凶的。听我的，这把剑是你惯用的，就请国王殿下好好保护我们。